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只有十全十美的上进心。许多人认为美丽是天生的，是不由自己掌控的，因此便放弃了让自己拥有美丽的权利。然而我们若能充分掌握自己的状况，知道怎样能使自己感觉更好，看起来更亮丽，随时让身心保持在最佳状态，就是拥有了青春和美丽。瑜伽就是一种与身体的亲密对话，在一点一滴的伸展中，感受自己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个关节，进而舒缓身心，打通身体的结，达到平衡的状态。我们所编选的瑜伽动作，通过独特的伸展、扭动、弯曲动作，利用身体各部位间的接触，身体与地面的接触，从而调整内分泌，改善淋巴和血液循环，促进皮肤和各个器官的新陈代谢，去除人体不良和有毒的积物，增强你的免疫力，进而达到塑造人体完美曲线的功能，更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